哎、欸，来来来，姐跟你说，三个姐会跟大家聊聊国内外同志的大小事。戴好你的耳机，打开你的心，准备听起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平权大平台，我是欣姐，我是伦伦，我是哪一家？今天这一集呢，是一个布道大会，我自己做音效，吵死了。你居然也有你嫌人家吵的意思？对啊，你合理吗？你嫌我吵，你合理吗？你至于吗？你但在那之前是要跟大家宣传一下，希望大家可以用平权的小物支持彩虹平权大平台，继续帮大家、改变，我们一起啦，改变这个台湾社会。没错，所以我们的网店有一个优惠码。没错，优惠码就是呢2021-03 equal love， 2021-03 equal love， EQUALLOVE。 没错，是有两个 L、哦、有两个 L， 然后我们的官方网站是 equallove.tw， 跟 IG 一样，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平权商品。没错，那我们今年其实也会陆续推出很多新的商品。对啊，大家如果有上我们的官网，其实也可以顺便看一下我们做了很多事。没错，我们有推法案，让还有帮助很多比如说没有办法把小孩带回来的同志的代孕爸爸把小孩带回来，然后也去做很多很多很多的演讲。对，跟公部门、跟企业、跟大大小小的机构啊等等的。对，还会去，我们还用 YouTube 啊，YouTube 有三个节目，然后你看我们还有 Podcast， 然后还会去各种政府单位开会，像哪家有去开那个职场对、啊、指标平等指标的会啊、嗯、没错，然后还有做研究啊、嗯、然后我会去行政院开会，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或许你要捐钱给我们的 podcast 也可以。没错没错，你只要呢就是点开我们的 podcast 下面就会有连结，说你可以来捐款支持我们。我们现在到现在哦，到现在宣传几次了，好激动，好激动。就是我们很悲伤的是，我们就是还没有办法过那个领出来的门槛，因为还有一定的金额才能领出来，我们都没有过。对啊，或是你有什么想要我们业配的商品，可以跟我们说。也可以吧，对，可以啊，只要你是支持、啊、只要你是支持平权支持同志的，我们都愿意，对对，接受这样子的。没错，不要像 Justin Timberlake 一样，就是突然有一天突然说他其实是一个同志的好伙伴，但其实他以前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你是延续上一集、啊、上个礼拜、就是、迁怒对，迁怒 Justin Timberlake 臭三八。好，我们继续。好，所以这一集呢会跟大家讲的是失恋的特效药，姐的秘方爆给你知。这感觉好不、欸、好没笑、哦、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吗？因为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秘方、嗯、因为你还在失恋。 Yeah, I'm still on the track。 所以就是一个布道大会的概念，真的还是互相安慰。对啊，这也是蛮好的特效。慢慢点，导播帮我点一首简爱，简爱。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好，但失恋前要先怎样？哎、欸，我觉得我唱得很好听、欸，你很棒。那个有那个唱片公司的，就是有听到这一段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林伦伦。对对对，失恋前要先。要先谈恋爱。什么废话、啊、要不然怎么失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对啊，所以大家应该都热恋过吧。对啊、嗯、为什么大家表情都有点复杂？有啊，对，如果遇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对象，他刚好也喜欢你，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事情。对、嗯、但是困难都在后面。好可怕，相爱容易相处难。然后这个事就要问我。等一下，这一集姐姐你声音太大声，妈妈把它调小声一点。太大声。这一集变成一个自我疗愈的离婚的妇女告诉大家，相爱容易相处难，真的。
没错，对，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说，如果对方也回应你的感情，那很棒啊。可是谈恋爱或者是关系本来就有不同的起伏，所以会吵架啊，也有可能刚好喜欢自己的对象在一起之后有很多原因必须要结束关系，所以这一集跟大家聊聊失恋。没错，你们有什么被结束关系的理由？曾经过去很夸的吗？不用很夸，可以一般就好啦。一般的理由哦，反正不管怎样就不爱啦齁，就是欸、也没有、欸、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其实这个感情已经不没有那么好了，但是每个人选择结束关系的那个可能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遇过的就是一个异女，就是觉得之前应该好像有讲过，就是一个掰弯一女的故事，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在一起两年多，然后他这么久，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有一天他就是要跟我提分手，然后他就哭着跟我说，我觉得我有一天还是会跟一个男人结婚生小孩，然后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想要浪费你的时间哦。然后我就想说 ，Eat my shit， 想说没有，我没有这样想。你认识我第一天就知道我是女的、啊，没有，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他因为他大我三岁、oh.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也才27，然后我那时候24，然后我心里想说你说这个的意思好像是我有跟你求婚，然后你没有办法回应我，所以你决定要结束这段关系，可我也没有想要跟你结婚你会说我想说还是我就对，然后反正就是他也其实也没有遇到别人，但他反正就觉得这段关系走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觉得那他终有一天还是会跟男人结婚生小孩、oh. 那他现在跟男人结婚了吗？哦，这有点好笑，然后后来反正我们就很久都没有联络，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在联络，然后也不知道对方的死活这样子，对，因为他没有在更新任何的 social media、哦、对，然后后来我就是要出国念书前有一天他就突然在 Facebook 上面按我赞、然后我就觉得哇，你之前是不是讲过这个故事？ 对，然后后来我就传讯息给他，我就说哇你居然按我赞、欸、然后他就说哦对啊刚好看到，就是祝你就是出国顺利什么的，然后我就直接回他说那你现在结婚生小孩了吗、然后他就说当然还没啊，然后我就有一种很胜利的心情，我想说 See go to 刚才是自己消音吗？对，自己消音 go to B 当然我没有说出来，但我内心就有一种 See I told you 又没有要结婚生小孩什么什么，但是就算现在也可以，你看现在同志也可以结婚生小孩啦，救命，我也是没有要跟他结婚生小孩但反正就是这，对，这、就是一个就是分手的失恋的经验这样子、对对，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初恋的故事啊，然后其实农历年前伦伦有去上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寂寞拖延，没错，是我的好朋友的节目，对，也聊了这个失恋的话题，没错没错，听说那时候很共鸣，对，然后就有一个很戏剧性的故事没错，其实这个其实有很多，因为那时候就是听众的反应都蛮热烈的，就是他们都会私讯、不管是私讯寂寞拖延那边或者私讯我的 IG 这样，然后就跟我讲他们的感受这样、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是在加拿大这样子、然后她就是传了一长串的回馈给我，然后就是很真心的回馈、她跟我说她其实现在的情绪跟我差不多，因为其实她跟她的初恋男友在一起非常久，十几年、后来就是又要结婚，然后到最后就是、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最后他们就是走不下去这样，所以他其实很可以理解这个状态。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谢谢他的回馈，因为他其实也有传给我前任这样子。蛤？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只有找到我前任的 IG 啊，因为那时候我就讲我前任啊，然后我跟我前任又不是不好的分开，反正他就是有先跟我前任聊了一些东西，然后后来也跟我说这样。天哪，这好 dramatic 的故事。然后后来就是他就是现在就跟我变朋友，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用 LINE 就是大聊天啊，然后还会讲一些很三八的东西，也分享彼此的一些秘密啊、心情啊什么的。没有视讯吗？我们没有视讯，但我们会互相拍照，就说你看我现在过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家有养猫、然后因为那
时候很多人都因为我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家熊熊就是蓬蓬跟憨豆的故事，然后很多人就说他们其实听了眼眶都很红，可是听到熊熊的故事眼泪都缩回去。对啊，然后我就说你们就是不懂啊，然后就是那个女生就跟我说我懂，然后说像我们有家有一起养了猫咪，然后现在她也觉得就是，可是你们那是没有生命的生物。哎呦你去死啦对他来说是有生命的。蓬蓬跟憨豆那个、就是、蓬蓬跟憨豆是两个玩偶，我跟你说就这是什么，这就是这两只玩偶共同承载了我们这几年的那些记忆。这就是小熊的事啊，小熊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这样子结果今天就会变成一个推荐那个失恋情歌的那个对啊小熊的事就是很难过哎、欸，对蛋堡的歌其实那一次在节目推荐上面另外一个主持人也有讲到小熊的事这首歌，因为你们小熊的事就是你们的主题曲啊。谢谢啊，不客气。但伦伦喜欢 Diva 对，我喜欢 Diva 这太 man， 蛋堡太 man 没错，就是这故事真的很妙、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那一集听我聊失恋，就是问失恋的过程、可以去寂寞拖延听一下。然后我很喜欢这位亲爱的，我现在没有要叫他本名，但我叫他姐姐对，那大家失恋的时候有什么特效药？其实我跟伦伦差不多时候失恋的，我也不觉得我叫失恋的、你是失婚呢、我失婚那时候我也不会说啊，我失恋了，好像不会这样讲，我就是离婚了嘛。然后我们差不多时间结束一段关系，然后我的关系七年多，快八年吧。是去年的什么时候？八月。去年的八月，因为我是七月底。因为我们组成了一个失婚妇女联盟，就是我们在 B 办公室有一个金三角，就是我跟那个吕氏，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同事，这样我们三个人就是当时在里面的长期伴侣关系，就我们三个吧。你有长吗？这样也是可以啦。男同性恋抓别人，男同性恋超过三年半算长吧？好长。然后反正我们就是都分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认识的姐姐，她也是在一起好久好久才分手。我们就是四个有一次失恋妇女联盟就去喝酒，喝烂醉，先去南京三里那边喝红酒，然后再跑去新一区的 whisky bar 喝酒，喝到都是大呛特呛。对啊，喝酒算是一个特效药吗？你们觉得？我觉得某一些时候是，我觉得喝酒比较像泻药、欸，怎样泻药？催化剂吗？就是你便秘很久，然后你没有办法释放它，所以你要吃泻药，让它啪，就是哭出来。对，但其实情绪吗？对，但其实你也没有，就是你在泻的过程中也不是真的那么舒服，但是至少你让它畅通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压抑，我不是一个压抑的人，我情绪都很出来。我是一个压抑的人，对我不会无法那个，我只觉得我情绪又收不起来，对大家很不好意思，对朋友很不好意思。对，所以我就觉得喝酒好像对我来说不是放松，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好像一个社交的用品这样，就这种感觉。然后就觉得，但是觉得跟朋友一起这样好玩。那你会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喝酒吗？我不会、欸、所以说失恋那时候也不会。我不会，我失恋的时候反而都没有喝酒，也没有失恋。就我离婚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喝酒，我过得非常健康。他就是哭啊，我每天都一直哭。但是哭完之后就去重训这样。我记得你是狂运动吗？我狂运动。对，这也不是你的特效，你的处方签。对，我觉得运动就会有脑内啡，真的很有用。我真的跟大家推荐，你如果失恋就去运动，因为呢喝酒，好，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对，科学知识的部分。喝酒，尤其你过了30岁，你的代谢会下降。你喝酒隔天就会水肿，水肿就会看起来很丑，丑了你心情就更不好。所以谢谢你啊、哦。然后你说一定会哭嘛？一定会哭，你就是又水肿，然后又哭，然后整个脸都肿在一起，很像猪头，很丑。这时候如果你去运动，把自己弄的就是代谢很好，气色很好，吃的健康一点呐、啊，你的哭的成本比较低。这样子，我讲完了。这个是一个蛮有趣吗？我跟你路线不同哎、欸，那你是怎么样？我一开始就是狂酗酒啊，因为我是一个很难放松的人，然后所以你追求水肿，你应该去做瑜伽。先不要吵，你先让他讲完。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透过喝酒去让我自己放松，情绪出得来这样子。因为我通常都是喝酒到微醺的时候我比较容易掉眼泪。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玩之后，因为我那时候是酗酒一个月吧，就每天晚上一定喝，就自己在家里一直喝。哦，所以你是独自酗酒？然后也有找朋友，但找朋友的时间就比较少嘛，就周末平日就自己在家里或者跟朋友打电话聊天边喝这样。然后到后来就是我也开始去运动。然后就这样慢慢的。那我最近的特效药呢是什么？
就是呢，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东西？也不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需要投射的人。比方说，我可能看一个悲伤的电影，我可能会透过那个哭，再去把我更深层的情绪挖出来，然后赶快把它释放掉。那我最近就是那时候我在网络上就是在搜寻歌曲，我就搜寻泰妍的歌，然后呢，就是会听这首歌，也是因为我前任，因为他很喜欢泰妍，泰妍是谁啊？就少女时代的泰妍哦，一个韩国人、啊。对对对，干、嘛？那个语气就是非常的没有兴趣，真的是臭三八。因为不是中性的帅女生，对，好了，反正听歌啦，听歌啦，等下听歌完之后，然后就是从因为这样就看到了，就是因为之前也有韩星就是自杀身亡，然后就是跟泰妍合叫钟铉，就甩腻的钟铉，然后呢，我就看了钟铉那时候过世那个丧礼的影片，我就开始爆哭，因为我其实以前没有那么 follow 韩星这些东西，但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看一下，然后看了开始爆哭，我就再回去看，就是过世没多久，就是。他们团体成员们办了一个演唱会，然后他们其实在演唱会上面他们就说他们其实是 不是为了粉丝办这个演唱会，而是为了这个过世的他们的团员办，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唱一唱就会哭啊或什么的，然后我就跟着从头哭到尾这样、然后、你需要有一个影子，对，我需要一个影子去让我投射去跟着哭，然后所以我就是大概是三月二月底，将近二月底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狂哭、我就礼拜天就是躺在家里然后看，然后就是哭了。二月底不是现在最近没多久吗？对对对对对，最近没多久，然后我所以你都不会眼睛肿哎、我就周末啊，哦，因为我真的哭了之后眼睛就会超肿，而且你眼睛本来就很大，对，然后我就会肿到我的双眼皮不见，你看有多肿，很可怕，真的很肿，很像是过敏，对啊，或者就是被揍两拳啊，你就会变成像曼波鱼，眼睛像，然后我就要画很粗很粗很粗的眼线，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就是付出成本太大，而且加上你很少戴眼镜，那我是因为我有戴眼镜、而且我度数很深，所以它其实可以稍微可以遮一下，不然放起来就会。很重，但你觉得就是伦伦觉得为什么这么需要哭？你不哭吗？哪家哭吗？哪家会哭啊？我会啊，但他可以先讲一下为什么这么需要哭、是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说哭就可以哭，可以 很自然的释放我喜怒哀乐情绪的人、但我现在其实是压抑到我可能只会有喜，然后偶尔怒，但是那些其他的情绪都会藏得很深、然后我对于悲伤情绪释放的认知就是哭。欸、但是有一个波士顿大学还是休斯顿、还是休斯顿大学的社工系的教授，他做过一个研究，他就是说人没有办法把你的感觉只切断一个部分，就是你不能只快乐不悲伤、所以你如果不要悲伤，你切断你的感觉，你就会快乐也减少、就会你也会很难快乐。就是所以有的人就会想要比如说比较逃避，或者他就觉得他觉得这样太痛苦他不要，然后其实也会把他其他的感觉的那个神经连接切断、有没有很可怕？有耶、但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虽然悲伤变少，可是你快乐也变少了，就比较麻木，对，然后就恶性循环。对啊，那哪家呢？你的特效药是什么？我的特效药就是我会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做一些很新的事情去转移我的注意力。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是因为就是比如说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有一段时间你的生活习惯啊作息啊会固定，对，会围绕着跟这个人相处的那个模式、对，所以我会觉得就可能会突然间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因为我平常不是一个会一直约朋友出去的人，所以就是没事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跟另一半在相处，那突然没有这个另一半之后，我就会突然间不知道要干嘛。我懂我很懂然后所以就是也不，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心情在那边看书或者是就是怎样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好，那我要去做一些没做过的事。那你有做过什么没做过的事？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一阵子蛮疯狂的，就是去做甜点，就是去上甜点课，然后烘焙，然后就有就是那一次就是做了柠檬塔，然后自己很喜欢吃柠檬塔，然后反正做完柠檬塔很开心，就提着柠檬塔就是从那个上课的地方走回家。有没有想说要给另一半吃？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提着柠檬塔觉得等下回家要吃柠檬塔，然后就经过师大附中前面就是有一些座位区，然后我走一走就觉得很累，然后坐下来，然后我一坐下来我就说、好想吃柠檬塔，然后 就突然就开始哭然后我就一边这样呜、好想吃柠檬塔，可柠檬塔不是就在
在旁边吗？可是就是一个很戏剧性的时刻，就有个悲伤，就不知道从哪里这样窜上来。我可以理解，超好笑那一次。然后现在我只要经过你一个人吗？对，我一个人，而且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傍晚六七点，就是天色已经比较暗了，所以就不会那么蠢，就是有你说大白天大中午，那就是一个很孤单的感觉耶。对，就有一种凄凉感。但反正我现在只要经过师大附中，我就会想到那一天，然后我就会觉得干好蠢。不会啦，这就是这要发泄一下。对，然后 我觉得发泄出来蛮重要的。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做过另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也是住在东门站附近，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周末真的不知道要干嘛。然后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非常要好的朋友都很多都在国外，所以我不是说见面就可以跟朋友见面。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在 Google 地图上面选一条大马路，然后我就会从一段走到最后一段。我天哪，对，你要不要从忠孝东路忠孝东路走九遍，对，类似。但我那时候就没有选忠孝东路，我那时候就真的太长。对，我那时候就是从敦化南路头走到敦化南路尾。哦，但是敦化南路很漂亮。对，我就去散步，然后我就在从敦化南路尾转进去民生社区，我就一路从东门走到民生社区。有什么毛病？然后还有另一个更疯的一个周末，我就是从中山北路一段走到中山北路天哪，是小伯。然后我走到建坛的时候，我已经快饿死了。我还打电话跟我朋友说：“哎、欸，因为我要去我朋友家，他住在天母，我就说：哎、欸，我现在到建坛了，我走到天母要多久啊？”然后他就说：“哈，谁会问这个问题、啊？”他说：“走路吗？你确定吗？是上坡哎、欸。”然后我就对、啊、是上坡、啊，对，也是上坡。然后我想说：“哦，好吧，那我再走一下好了。”然后所以后来就是进天母那一段，我才坐公车。你的那个十年特效要好 productive， 对。我就是会选对身体跟脑袋都很好，就是会选一些很这类的事情。对，然后就是大家刚刚有听到提到一些歌曲，然后我自己就是失恋的时候也都会一定会再把一部片拿出来看。这部片的英文片名叫做 The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然后台湾的翻译很烂很烂，你是王牌冤家。对，台湾的翻译叫王牌冤家。可是这部片超好看。可是王牌冤家真的感觉很是一个很瞎的无聊喜剧的感觉。对，但这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然后是金凯瑞跟凯特温斯莱演的。对对 对， 对，然后就非常适合失恋的时候看，推荐给大家。是会哭吗？我觉得会反思很多你自己在感情的盲点。嗯，我觉得会不会哭可能看个人。对，然后我自己之前还有过一个，我也不能说特效药，但就是会做的事情吧，就是我会写信给对方，但是不寄出去。就是我多年前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被甩，然后就是真的很痛苦，然后就会一直想要再去问对方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且就会说我哪里做不好。对，我哪里做不好。你太吵了，乱讲话。哔哔哔哔。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整天一直哭一直哭啊，然后后来就会觉得有很多话还想跟对方说，好像还没说完。然后我有个好像我那时候就去諮商吧，然后我去諮商的时候，我諮商师就说那你要不要写下来这样子。然后我真的就每天写，我写了一大本，就每天写我要把就是想跟他讲的话就写下来这样子。但真的写到有一天突然就是觉得哎，我没有想要再写了。就觉得我没有话要跟他说了这样子。对，就是我每天都写很多，然后但是大概就过几个两三个礼拜吧，突然有一天就觉得哎，我今天没有话想跟他说，所以哎，就慢慢就没有再写了。然后但那一本册子我到现在还留着，然后我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失恋，我就把这个那个传承给他，我还跟他分享了我的那个本子，什么好运棉之类的。我还跟他分享我那个本子，我说你看我就是用这个写，我还跟他说你会写很多，所以你要挑一个很好写的本子，而且要往上掀的，这样子那个线圈就不会卡住你写字那个手。哎、欸，对，这个很重要，好实用的建议，很实用。我说我可以往上掀的那种本子比较好，然后他真的就去买了一个往上掀的本子，然后他就写是写到他说，哎、欸，真的有一天他就觉得他不想，他没有话要跟这个人说。我说，对，这时候我们就往前进了，就是这样子。我也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错、欸。我有用过类似的方法，然后。但我的有点更 M 一点，就是我是用对方送我的本子，好可怕。
你真的 M 到炸哦！我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要让我自己悲伤的话，就是你还没有好起来之前的那个悲伤的话，我会在某个时间点开始从头看我们在一起的所有的照片，这个不要吧，一张一张看。没有，因为我的状况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好好的悲伤完，好好的怀念完，放把它好好的放着，我才能够往下。对，不过不悲伤其实就真的，哎，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主题不符合？悲伤是没有特效药的。Oh my god! Oh my god! 它就是会一直存在，有时候出来一下。这我同意耶。有时候出来一下，然后但是它出来的频率会越来越少。然后随着你的人生的前进，你会思考跟学习一些东西。因为毕竟这个人都在你的生命，他占据你心的一部分啊。那你其实你以后不管经历多少段关系，你还是回头望的时候，那个人的位置都还在啊。所以你不可能就是你说哦，我今天想要吃一个药，然后隔天把它忘掉，就不可能了。对啊，比如说我跟我前妻在一起八年，到底要怎么在八天或是八个礼拜内结束这对啊这个关系？你看你那个认同历程经历多久啊？你那个就是想要八天就让你自己走出失恋，这也是对，所以强人所难呀。对啊，所以就是，但是很多人都好像想要一下就忘记。对，我觉得可能因为太痛苦吗？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我觉得因为悲伤或者是失去一直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吧。就对很多人来说，所以好像会一直想要去避免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好像比较不会这样想了，但我一直以来就是每次只要失恋的时候，不管是我提的还是对方提的，我都会觉得就是这段关系结束以后这个人就死掉了，就是我爱过的这个人已经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然后这个人当然没有真的死掉，但是我的前女友们或是就是曾经有过一段关系的这些人们，就是现在的这个人已经跟曾经跟我在一起过那个人完全不一样。哦，不是同一个人。你会觉得他不是同一个人。对，所以我就会一直跟自己说，我爱过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我不需要再去跟我不需要再去跟他说我有多想念你或什么什么，因为那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就是爱过我那个人已经死掉了，我就是当做我去就是缅怀一个逝去的人，而不是再去烦这个现在的这个人。这让我想到我那时候也有推荐看一部电影，就是茱莉亚罗伯兹有演一部小说改编，叫做 Eat, Pray, Love。 它里面就讲到一段，就是有一个人在跟他就跟你没有讲中文片、叫做享受吧一个人旅行，简称饭岛爱，因为 Eat, Pray, Love 饭岛爱。好，有年纪人才会知道饭岛爱是谁，真的。那他里面有一段就是说，他就说他很想那个人，然后就旁边那个人就跟他说，那你就想他，然后说他很爱那个人，他说那你就爱他，每一次你想他爱他的时候，你都尽情的去想，尽情的去爱，然后再给他更多的，就是讲完之后你再慢慢把他放下。对，就是你不要去，因为你要缅怀嘛，你不要去抑制你这些想法跟感受，因为其实到有一天他其实就会，你就可以知道可以怎么做了。压抑不太会有真的你想要的忘记的结果。他只会突然有一天砰，对， Tsunami is coming. Volcano. Volcano. 我的方法跟奶家不太一样，我都跟前任保持很好的关系。我也是，可是我就是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是就不是过去的那个关系，就是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重新的新的朋友关系这样子，然后也不会把过去盖住，但就是觉得这个人好的还是很好，好的地方还是很好，但我们真的可能不管相处不下去啊，或者现在不适合啊这样子。对，但是好，但是好像有一个研究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对，就是去年二月的情人节前夕，就是 BBC 有一篇报道说，在加拿大有一位科学家叫做 Alan Brunet， 我觉得这应该是法文的名字，所以我不太会念。然后可能是什么？他可能是蒙内之类的，普内，普内，因为没有，因为 R 要发 F 的音，对，
所以花田对，然后反正念不出来。然后呢，他发表了一个类似关于忘情水的研究，给我一杯忘情水。好，没有听过人自己去 Google。然后反正呢，这位科学家就是做了15年的关于 PTSD 的研究，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对，然后就是失恋也包含在他研究的范围内。失恋是一个巨大的创伤哦，大家对、是哈，对，很好。然后反正他就是发现的一个算是治疗的方式，就是在进行心理治疗前的一个小时，让这个求诊的人就是吃下一个叫做普奈洛尔的药物。然后这个药物其实不是什么新的多厉害的药物，它其实就是一般大家头痛或者是吃一些感冒的时候会有的一个成分。然后反正就是在吃下这个药物之后一个小时就开始进行治疗。那治疗过程中呢，就是医生就会要求这个求诊者详细的写下自己创伤的经历，然后再大声的念出来。然后呢，这个过程就是有助于固化，就是坚固的固化你自己的记忆，然后让你减少痛楚的感觉。那他就是会描述说，在这个药物的作用之下，记忆将会以一种感情色彩相对不那么强烈的新版本重新储存在你的大脑里面。就是原来你的这些悲伤啊什么什么，可能都是超级鲜艳、超级很强烈。对，超级强的感觉，会越来会，我觉得人好像会记得那个感觉，我们常会记得那个感觉，而不是那个事情。对，就是你会记得那个感觉是你想很不舒服、啊，对，不舒服，然后所以就是很痛苦的感觉，就一直反复的提醒我们。对。然后他透过这个方法，就是让这一段情绪的颜色变得比较淡，然后让你就是不会那么的痛苦。然后他就宣称说，在经历几次这个做法以后呢，有70%的求诊者表示解脱了。嗯，我觉得好有趣哦，竟然记忆是可以被重塑的耶，就是一个训练。我觉得好像不是重塑，他好像他的意思是把那个鲜艳、过度鲜艳的色彩恢复成正常的样子，对，或者是去淡化它，就是变成，对对对，变成是一个跟日常生活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的痛苦，在那个当下，因为你的感受很强烈，真的真的，对，所以就是重新储存的意思，对，它并没有消除不快乐的记忆，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分享给大家。不过我觉得诉说常常也是一个重新等于说除了发泄也好，或者是你重新去整理你这一段的记忆也好，就是一个蛮好的蛮好的工具吧，就是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在一个你觉得对不起，在一个你觉得安全的环境下。那我有一个小问题，是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朋友会不会听到烦啊？因为如果我一直都在讲我失恋的事情的时候，那你们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想法？烦就烦啊，我是会觉得、啊、如果真的觉得你很我跟你讲，朋友呢都会有界限，如果你真的受不，如果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会好好跟你说。那如果那些人呢就是一直给你一些烂建议，跟你觉得烦的时候，你就不要把这些人当朋友就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些朋友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是他现在真的这么的痛苦，然后我建议大家不要告诉他该怎么做。你可以问他说，你现在需要我陪伴你还是我给你建议？因为有些人的确会想要被给建议、有些人只是想要陪伴、你不要白目到直接就要给人家建议，靠背啊，人家人生是你过的吗？你就不要再哭啦，不哭哦，不哭哦、那你知道我怎样，你要我去死是不是？好，我去死。好激烈，没有人要跟你当朋友。就是有时候我们就聆听就好，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担心他做不了什么，或他帮不了对方，他看着对方痛苦，他也很难过。你坐在那边闭嘴就是最大的帮忙。就是我们要不要用一个正向一点的方法来说明这件事？你可以坐在那边陪伴他，牵着他的手，跟他说没关系，然后摸摸他的肩膀，然后说对，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真的情歌很好，对、很棒，你很懂，这个词好贴切。
血。对，好，那个特效要G就是去去听血歌。对，或是你可以在那个 Spotify 或 KK Bus 搜寻失恋，没有，就是搜寻哎、欸，来姐跟你说，这是什么失恋？为什么变得这么欢乐 ？OMG 了。对，就是希望大家，我也不用希望大家不要失恋啊，失恋都是我们人生会必经会发生的事情，嗯、就是但你会难过也很正常，会哭也很正常，嗯嗯，所以如果觉得无聊或觉得孤单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听听我们的 podcast。对，然后记得不要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这种事情，虽然说要完全的相信自己是好的、值得被爱的这件事情不容易。嗯，你有相信吗？你们有相信吗？我有啊。I'm on the track。你说我好值得被爱。对啊。怎么样？我也是，都跟哪家学学。我告诉你，就是我为什么会有后来有这样的建立了这样的相信，就是因为看了 RuPaul's Drag Race。Oh my god！ 我的特效药就是变装皇后。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can you love somebody else？ Yeah！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拜拜，拜拜，拜拜。